贾老师，现在这个是什么招式？这个左搂膝，右搂膝。哎，又是个左搂膝，右搂膝，这是又一个左搂膝。嗯。这个是手挥琵琶。手挥琵琶。嗯。这是进步八郎锤。 基本上全程都是弓步坐腿。哎，他基本上要太极拳讲究，不能忽高忽低，你连中间吧要这么高，一的是这么高。哦。要低的叫要这么高，他一的是大部分都那么高，除了手势以外。真的是太精彩了！大家说精不精彩啊？用掌声来告诉刘老师。 哎，刘老师，这个您到这边来，可能这个现场的观众朋友看了这个招式是非常神奇哈，但是我们没有一个概念，这个方桌到底有多高？我这儿呢现在有一把卷尺哈，我们就随机在现场找一位观众来给我们测量一下这个方桌到底有多高，谁愿意来？好，来，我们来现场量一下，哎。 这个底下以地齐平，到这儿是七十，八十厘米，也就是说到这儿呢是八十厘米，但是去掉我们这个镂空的图案，其实刚才刘伟老师穿越的这个方桌，也就是56厘米的这样一个高度，可以说是非常的神奇，56厘米哈。 好了，今天我们也是在现场哈，亲眼见证。原著名技击大师杨氏武士太极拳传人翟文章先生学艺，经过几日。